一次见到郑郑，觉得是一个非常跳舞非常棒的一个男生。那现在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喜欢撒娇，然后哦，对，他最近在减肥，对自己身材管理非常注重的这样的一个男生。最大的反差就是他是个话痨，一开始就是看上去比较高冷吧，但是越接触到后面越觉得他是一个话非常多的人。我真的吓了一跳，我觉得团队里所有人都有可能剪寸头，但除了他是不可能的，但没想到只有他剪了寸头，所以这一下还真的蛮吓到我的。而且他在节目里也非常的努力，也为此剪了这样一个寸头，我觉得是从造型上有一个极大的突破啊！作为队长，我表示极大的肯定。我觉得他最精致的应该就是对待他的狗狗，对，照顾的无微不至。还没有，但是之前有过一起出去玩。感知，我就暂时先等他厨艺再有长进一点再来吃。500万。朱正廷应该是比较喜欢福利吧。郑郑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希望在未来的路上你能够有更多更加好的音乐作品，也希望你的舞蹈能够越来越好，还有就是减肥的同时注意身体，我们一起加油。